Bonjour, je suis Liliane。大家好，我是 Liliane。那今天呢 ，Liliane 要教给大家法国人最常用的赞美别人的十句口头禅。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那第一句是 très bien, très bien。très 呢是一个副词，代表的是非常的 ，bien bien 就是很好的意思。Très bien, très bien 就是非常好的意思。别人做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你可以说 très bien, très bien。不要吝啬你们的赞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喜欢听到别人的赞美，所以当你遇到好的事情发生或者别人做得很好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吝啬你的赞美哦。Très bien, très bien, 非常好 ，très bien。第二个呢是一个来自意大利文的一个单词 Bra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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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表演的时候非常的精彩，你可以说 Bravo Bravo， 或者是某一个人表现的特别的棒，你可以说 Bra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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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vo。 那第三个是 Super， 就是哇，太好了，非常好，好极了 ，super super。 第四个是 génial génial génial， 棒极了，太棒了，太好了 ，génial génial génial génial。 第五个是 parfait parfait， 是完美的意思，跟英语是应该一模一样的写吧 ，perfect。 那金星呢经常说一句话完美，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来记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有没有 perfect perfect。 第六个是 magnifique magnifique magnifique， 就是棒极了，太棒了，太好了，漂亮极了。当你看到一个风景非常美的时候，你可以说 que c'est beau， 哇，太美了 que c'est beau， beau 就是美的意思， que c'est beau 是一个感叹，就是哇，好美呀， que c'est beau que c'est beau。 接下来这一句呢是法语口语当中非常非常实用的，就是当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可以说 c'est très gentil，C'est très gentil， 您太好了，您太友善的意思。C'est très gentil， 如果别人帮助了你，可以说 Merci, c'est très gentil， 哇，太谢谢了，你人太好了，你太友善了。Merci, c'est très gentil。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教的最后这两句呢，跟一个动物有关，牛。那在我们的中文当中，别人很厉害的时候，你可以说哇，这个人好牛啊。其实呢，在法语里面也有用到这个牛这个动物来称赞。那第一个是 Oh la vache Oh la vache Oh la vache Oh 就是一个感叹 Oh 就是像中文的哇，好牛啊，好厉害呀。 Oh la vache La vache La vache那是牛的意思，一头牛，它是一个阴性的名词，所以用它的定冠词拉。那接下来也是跟牛有关的一句话 c'est vachement bien， 这也是非常地道的一句夸赞别人的一个话。当别人做一个做得非常好，表现得非常好，你可以说哇 c'est vachement bien c'est vachement bien。 那刚刚我们说拉Vache 是一个名词，一头牛的意思。那 vachement vachement 就是一个副词，就很大的、大大的、非常的。那 c'est vachement bien 就是不仅是 bien bien， 刚刚我们学的代表是好的意思。那 vachement bien 就是不仅是好，而是大大的好，非常的好的意思。c'est vachement bien c'est vachement bien。哇、wow, c'est vachement bien。 好了，那今天莉亚呢要教给大家法国人经常用的
很地道的十句赞美的口头禅就到这里啦。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记得在底下留言给我哦。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哦，点赞点赞点赞。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啦，阿拉坡山，三驴。